前海是大湾区先行示范区的核心引擎区，前海三湾定位各不相同，前湾搞科研，麻湾搞物流，而桂湾呢，定位是金融核心商务区，未来要打造成前海深港国际金融城，专注于搞钱。今天你来到这里，发现桂湾不仅是搞钱氛围浓厚啊，作为整个三湾板块当中发展最快、配套最全的一个区域呢，这里几乎是被公园和绿道包裹着了，很有国际化大都市的那个 feel。 那今天点点要带你们看的就是前海桂湾的热门楼盘深夜云海湾。这套183平四房两厅三卫的户型，它最大限度的敞开空间的尺度，通过室内空间和室外无法复制的景观的碰撞，营造出一种轻松自然惬意的归家氛围。独立玄关，能收纳，很私密，往里走，就是一个净身7.8米、面积超过60平的会客厅。全面开放的格局让客餐厅阳台之间可以互相联动，也增强了整体的通风和采光。无界而自有其形，我个人非常喜欢这种简洁流畅的动线规划。好的空间是整体的和谐，很宜人，也让人很想回家。当然更宜人的地方来了，站在超8米游轮式的阳台，不远处摩天轮轿厢正一轮一轮滚动着，再远一点，光波辉映，海天一色。回到室内，我们来看一看它的禁区，往里走，最私密的地方就是你们最想看的主卧套房。主卧面积接近40平，配备了 U 型衣帽间和独立卫生间。主卧我最喜欢的就是你们现在看到的270度的环景飘窗，这里不仅是有 Pro 版的采光，同时呢，你可以把它作为一个 Sunset Corner， 在这里呢，你可以去看落日归山海，这种不可复制的景观就已经价值千万了。如果你觉得这套总价超出预算，还有一套116平的三房，阳台开间就有8.1米，同样能享受一般200平左右的大平层才会有的阳台尺度。整体看下来，从湾区配套到户型空间再到功能细节，其实都能感受到国企深夜对于项目的潜心精研，最终才能呈现出一个高净值人群专属的生活场。所以说呢，我觉得它更像是一个藏品。其实呢，这个楼盘我从拍地时就开始关注了，了解到这个项目有很多个第一啊，比如它是前海土拍占地面积最大的小区，那它也是前海在售项目中朝向最好的小区，小区里没有朝北的户型。那说到价格呢，这个项目周边的二手房挂牌价格大概都是在12万左右，那这个项目的毛坯限定均价呢是9.2万。那我打个比方啊，比如你买一套最小的106平的三房，那算下来呢也可以省下300多万，相当于是一辆法拉利的价格了。那如果你们也有改善的需求的话，周末可以过来看一看。